我想去做一件想了很久的事。明年我会在北方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，迎来我们新世界的火星演唱会。但是我们2020年是没有开演唱会的。那我觉得其实我欠歌迷一年演唱会。我想去和我的伙伴们商量，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多年前的约定。